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。这些事以后，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又向门徒显现。他怎样显现记在下面。有西门彼得和称为低图马的多马，并加利利的加拿人拿但业，还有西庇太的两个儿子，又有两个门徒，都在一处。西门彼得对他们说，我打鱼去。他们说，我们也和你同去。他们就出去上了船。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天将亮的时候，耶稣站在岸上，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。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小子，你们有吃的没有？他们回答说，没有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鱼甚多。耶稣所爱的那门徒对彼得说，是主。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，一听见是主，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。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，约有二百整，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。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又有饼。耶稣对他们说，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。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，那网满了大鱼，共一百五十三条。鱼虽这样多，网却没有破。耶稣说，你们来吃早饭。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，你是谁，因为知道是主。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。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，这是第三次。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，你喂养我的小羊。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说，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牧养我的羊。第三次对他说，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吗？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，你爱我吗？就忧愁，对耶稣说，主啊，你是无所不知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，你喂养我的羊，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，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，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，别人要把你束上，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。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，荣耀神。说了这话就对他说，你跟从我吧。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，就是在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，主啊，卖你的是谁的那门徒。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，主啊，这人将来如何？耶稣对他说，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，你跟从我吧。于是这话传在弟兄中间，说那门徒不死。其实耶稣不是说他不死，乃是说，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。为这些事做见证并且记载这些事的就是这门徒，我们也知道他的见证是真的。耶稣所行的事还有许多，若是一一的都写出来，我想所写的书就是世界也容不下了。